本节目由契约提供。期待你们两个好久了，期待你们两个真的好久了啊！好忙好忙，谁呀？周华旭。
要再戴成龙葵了。李狼牙同学，请问你是不是白发魔女？白发小妖人好，白发魔男，原来如此。哈，我终于来了。你的电源还有电？有，它突然又有电了。